Agora meio.同桌都放箱子里，然后西瓜、那椰子、椰子叫什么？看一下。没有地方让我放，好吧？嗯，椰子。是那个要漂流王要钉子，钉子要碎片，觉得麻烦。我做个进出水。海水。我觉得漂流网真的蛮好用的。那嗯？盖错方向，靠！啊？怎么了？我盖错方向了，盖。你这个是要干嘛？我原本想说要，可是他没差吧？漂流网应该没关系吧？对啊，你看，不然我们现在试试看，你看我现在把船划过去。来我看一下。可以啊，都可以抓。没有，他没有一个是这个的抓到的。算了，就放着吧。都没碰到。就是你就选一个最外侧，然后就，你放漂流网的那边就是最外侧了，不要再往那边盖了。这边的话可能要再瞧一下，还要盖二楼。你游戏要搁在哪边？问题，对啊，问题。我面对的这边吗？老实说，我还没有想法。没关系，你可以慢慢想，因为还没有钉子。我也想来盖盖看。好，你们可以去，你们这个没事的船。哦，我家很大。好，有啊有，我身上有钉子啊。好，那没你们可以先盖，都没差。干，靠背鸟有两只。你跟我说要面向哪边？面向我们从这边上去吗？面向我现在这边。你们调就好，都 OK。那我先盖一个，你说这样然后上去吗？其实是反过来，不过我觉得这样也可以。因为你反过来的话，我觉得空间比较大一点。我想说，我们前面这边是一楼，然后后面看再往后扩也比较方便。没有，应该说，因为我记得它船的航向是会换的，就它漂流的方向是会换，要看风向，所以你就看你自己喜欢就好，你不用去管说它船会往哪边漂。像我们现在就比较反飞比较好。空间会比较大一点，二楼的空间。看一下，有鲨鱼，鲨鱼，有吃鲨鱼。我还没死。然后我们现在的问题是，船不动了，太重了。对，太重了。我们要盖那个帆，要让风去吹。对。我叶子够，我缺木板而已。你缺多少？九个。都丢给你了。九个。那我们等下我们先去前方那个岛好了，趁现在不会飘，我划过去。我做出来了。好、啊，那对啊，你们要瞧一下那个帆要放哪里，因为那个帆。你能现在才能建二楼，不然的话，我现在先降。
不太会盖楼，看不懂。还是我来看看。我记得他有柱子，然后放那个吧。我盖了一个柱子啊，可是还是不是不能用这个柱子？应该可以吧？没关系，你慢慢盖，你们就慢慢死，反正资源会飘过来。等资源多一点，可能要大改造。对，没关系，你就先盖一个，然后之后资源多了，漂流行多了之后，在船上在那边漂就有资源过来。就这东西不能改方向吗？这个盖了就不行吧？就要拆掉了。好，没关系。你要换的话，应该说如果你要换方向，你就现在换，趁现在还没开始盖。要没有，你知道？我觉得这游戏建制有一个，他没办法，他靠太近，他没办法看全部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东西太大了。所以我们现在是缺钉子。缺钉子的话，就是要木桶飘过来，所以我会盖了。怎么会你会盖？晚年开，晚年学，干你！突然有事情可以知道。你刚才怎么盖的？他，我们平常盖的那个叫底层，那个是那拿来扶的，它后面有一个叫地板的东西。哦，看到。干！我的奖爆了，再做一个。你要走开，你要走开，不要动我的。所以你现在是要我们盖一个，然后就从这边开始慢慢先盖。你就是可以往回扩回来。在方向盖吗？对啊。哇，好像第一个楼梯定的位置有点太前面了，其实应该可以在后面一点。是还好，是因为还可以再往回拖回来，才还好。那就照这个地方去盖，我们好像在盖柱子呢。我不知道它柱子有没有差别，我是想着这个看起来头上比较好看。没关系，好看也很重要的。因为我现在不能再盖其他的那个，我现在是觉得资源好少，就在没有我们现在的方向跟刚好，因为现在漂流物都是从我们船的右边，你现在右手边来，可是漂流网都在左侧，所以刚好都接不到，以至于就变成说所以我要稍微空一下。反正就是我要先把资源网处理好，就是要四面八方都盖一圈这样子，最保险的话，然后就划船划过去，之后旁边会全部都是资源。不还好，因为我们三个人这样捡起很快，不然就是上岛就砍树，上岛砍树也是资源。干，等一下，等我。我要找一下岛在哪里。我刚好看到两座岛，干谁把我顶开？那就是你。鲨鱼，要死了，要死了。阿美，没他，他还没要死，他还没要死。干，他还没要死，可是我看你快要了，我差点死掉。我捡到一个包裹，来开箱。干这啥小木？那是盆栽吗？对，干那个字你会念的。我觉得他是不是变得容易饿了？看，对啊，现在很容易饿。我有一直在烤啦，我一直在烤那个马铃薯啊。你们看到就捡来吃，没关系。啊，那个马铃薯可以收获的话，你们就收获，你们就把它收起来，然后帮我种回去，接着倒水上去种一下。而且我船帆要插在哪？二楼还是一楼？
理论上应该是二楼吧。二楼吧。问题。而且二楼站着。它船帆很大、欸，你要不要等那个盖的差不多再、欸？看到岛，看到岛，右前方，先飘过去。我知道我有试盖他那个船帆，那船帆超大、欸，那船帆很大一个，所以我是觉得盖二楼会好一点的。如果依照我们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的话，一楼可能到时候要打掉船盖。对啊，再慢慢打。我们先把前面的收集完，前面两个木桶丢不到，啊，丢不到没关系。先上岛，先上岛。哎、欸，我身上有碎片呐、啊，现在看到八个。看这个岛很小、哦，快到快到是我的问题吗？还是柱子就盖得那么丑？不然就要盖边边。哎、欸，上岛了，大哥可以去砍树了。嗯。只有你有木筏，啊，不是你有木斧。哎、欸，鲨鱼！我靠！没枪了，没枪没枪，我先有。我、哦、那鲨鱼很凶哎、欸。嗯我还没有卡到，好，我觉得你可以回来了，快撑，快撑不住了。下去了，那海里那个要怎么拿、啊嗯？那个看起来像金属的东西，是要拿什么东西敲之类的？因为我也没拿过，看后面有没有什么木镐之类的。哦，哎呦，它显示一个钩子，可是我看不出来那个是不是那个。比较好的钩子，哎、欸，风浪变大，风浪变大。啊，好我先上去了。先回来，先回来，你撑不住了。我有高腰。嗯。哦，干，这鲨鱼忽然间跳到船上来。哎、欸，又好了，马铃薯都种好了，好快，好爽。哦、下雨太棒了！下雨就不用装水了，不用浇水。咬那个干草，不错了。后面有同志来了，同志来了，乘风破浪。那座岛好大啊、哦！我家很大，可以进来住。
啊，缺一个木板，只能做钓竿。好，我做钓竿给你。好喂。我身上的木板都用完。木板呢？好，钓竿丢地上。好喂。包裹要开掉，我看今天会有什么东西。我感觉做到，我待会十二点去买个东西吃。好，我们就先好。那我就去洗澡。好吧。十二点，现在几点？十一点四十五。好。哇，那我干，那座岛，没有，啊，是两座岛，我以为它是两座岛连在一起。我会叫太大了。啊？我会叫瓶子的。给瓶子可以放瓶子，瓶子其实蛮亮的。天色暗的时候才感觉出来。很亮。干，哇！还有没有好一点的船桨？但是因为刚好往岛前进嘛，要不然我自己在玩的时候，我觉得其实很难滑。没有，现在是刚好啦，风向刚好对。我现在有在滑。是不是应该做一个锚出来？对啊，你想停在这里吗？我觉得可以了，稍微停一下。你这岛很大，我觉得可以停。我绳子做好了，其他我都没有。我有七个石头，我丢船上，可以在那边稍微定居一下下。我还差木板，差几个？两个。那我立海上捡就好。到海上捡。我先往岛那边滑。我觉得可以了。我应该好了，上车了。好了，我丢我。好，丢丢丢，快丢快丢。丢了丢了丢了。好，有停了，走了走，上岛去探险喽。我这岛很大哦。哎，解一个成就出来。我看到野猪了。看，我看到。看这傻小，我看那个那鸡吗？对啊，我要避开野猪，我要去砍柴了。可以种树吗？你有树？我们有树苗吗？应该这样讲。我身上有很多种子，可是我不知道。那个，要盖那个什么大型土盆才可以种。我有棕榈树的种子。那个是可以种的，就是种在土盆里面。可是土的话，我不知道可不可以。我们在这边不能盖东西耶。操！他要你在漂浮啊，不能要你在岛上定居。不能定居的。对，漂浮不要定居。对啊，那你漂浮的。好，那我先往上面走。我在这边钓鱼。好。等我想要怎么攻击那个野猪。
你要过去的时候叫我，我先去船上躲着。砍柴，想办法多拿一点木头。他妈的，在海上捡弄，他妈搞多久啊？我干！我看到了，救命！哎、欸，不定时要回船上看一下。我记得这个好像会被那个什么攻击，对不对？对，被鲨鱼攻击。哎、欸，靠！我被野猪攻击。你真的？你快死的时候记得回来啊！是没有快死啊，可是我被他关在海岸上。海边，哎、欸，他往你们过去，他往你们屁股过去，小心小心！我在船上，应该是还好。好，我已经过来。不行，我们还没有到。哎、欸，鲨鱼！处理一下。然后，现在在这边，东西会自己飘过来吗？现在没有哎、欸，这个角度，我在背面。泥土那些要怎么拿？我操！铲子，那我螺栓，问题是我也没螺栓啊，看。粘土，很多东西都不知道怎么拿。下面有个东西，我看见是什么？烤腰，干你娘！我看到你说那个亮亮的。对啊，那个我不知道怎么拿。那是太饿吗？他不让我跑。哎、欸，哦，那个用钩子下去对着它敲就好了。要怎么对着它敲？没有，你就对它按右键啊，就跟丢钩子一样，跟砍树一样，应该是跟砍树一样。让我试试看，为什么会压出？你要压着，你就不用管它上面不是会有那个什么提示出来，你就不用屌它，你就压着就对了。干你臭鸟！看，我又被鲨鱼咬。小心哦，那边鲨鱼很多，就快。八兄，啊，那个会挖出来什么东西？石头。干，我要再多盖一个那个人。哦，物品难捡吧？对吧？要不然再盖一个箱子。盖一个箱子好了，专门放食物的。不是放种子好了，我觉得种子比较重要。哦，剩下一堆种。我先做，没关系。但我缺一个碎片，操。啊，我这边都是碎片，给你。好，谢谢。四个刀给你。好多，好，我做一个。啊，做一个，把种子那些都放过去，多余的废物。这个是装置的吗？右边那个。那个蓝图要怎么用？看我。
干是，干他妈的傻笑。我们想看我看看我现在是怎样的，可是我看不到。你给我，你丢下给我，再给你看。你怎么戴的？哦，你把它放到头上那个。哎，你是怎么？那不是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现在看到了。哎干哎，真的，它就有个鲨鱼头，是蛮好笑。把它放回去，这是上次打鲨鱼的时候拿到的，也住在那边，你要小心哦。哎，鲨鱼来了。这花朵就是就来揽东西而已哦，废物，好不要，哎，那个金属可以敲到碎片，你看，哪个金属？就是你说在海里那个金属。哦，可以哦，干这么好，那我要多，哎，干，那我就去敲那个比较实在。这个是什么？蛤蜊？啊，石头啊！干，干！哎，不是啊，不是，不是。哎，我捡到西瓜了，两颗。啊，蓝色的花。菠萝。这个岛怎么这么大，妖兽大那种？多看一点木头。有什么？芒果？对吧？这是芒果。哦，干！看到很大只老鹰。我操！我先跑，我先跑。先来酸了。有那么大的树可以砍，白色的花朵，好多东西哦。那我觉得绕圈快要遇到山猪了。哦，终于捡到白色的种子。干！野猪。欸，我在岛上找到东西，板条箱、食谱。我什么？干！干！我要被顶裂了！完了完了！靠，这野猪好凶哦！妈顶我！操！欸，屁呀！我操！哦。看到是去了。欸，这野猪很聪明欸。野猪不好打。没事，我们要进入铁器时代。干！完了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。你先回船上了，船上那就不会。我先跳到海里面。海里会有鲨鱼啊，要赶快回船上。哼，干，鲨鱼比较好躲。欸，我都敲到石头而已。哦，金属斧。
靠腰，那个离水太近还不能敲。金属钉要怎么出来？羊毛皮革。鲨鱼，鲨鱼，回城嘞！回城，我没有武器、啊，那把我的收集网给干掉吧，靠呗，算了。我现在没本事做那个武器了，板子给你啊，多着嘞。看一下，我顺便整理一下东西哦。那你有绳子吗？身上只有一条。没关系，叶子给你20个。我有玻璃，我把它研究一下。哎、欸，高级进化器，食谱要怎么用啊？哦，食谱就是用来看的，靠背。跟你讲说什么东西配什么。看鸟欸，白痴鸟，看，白痴鸟。哦，岛，原来到岛的附近是要去挖那个金属，然后石头那些，好多、哦，好碎片都藏在这里。哎、欸、哦，我抓到粘土了，我拿粘土了，它也是在海里面，它只是比石头颜色比石头浅。你是用采钩子钩出来？对，用采钩子。干，那接下来就是要一直找这种大的岛，然后在旁边绕。哎，干，那我们要先做那个可以一直停下来的锚。把那锚他妈一次要15颗石头，受不了。做了一个比较大的箱子，我受不了了。我帮你啊，算了，种子都放这里好了。我要把食物移出来。丢了，没有。到时候再去捡，看能不能做比较。靠，没有木板，木板都没了。我放了一个比较大的箱子在楼梯下。好，我看到了。不然今天都没掉。种子我都先放。我在整理东西，看我需要吃的东西，这样。吃。你们要浇水哦，那个。哦，我们。哦，对，还在烧呢，没事。啊，我现在是。菠萝要放哪里啊？哦，菠萝在我身上。我想说，我要把一个啊，我要把仓库那个都变食物的。哦。那个楼梯底下都变食物，放食物的。我就先放进去，然后你们到时候再去停。我现在缺木板。你啊，先给你啊，我等一下我上那个去看。好、哦，感谢，因为我先去敲那个。因为有船的话，好像鲨鱼就会在船附近。我剩下先去旁边一点敲东西。
因为我看到海里面很多哎、欸，很多什么石头啥小的。哎、欸，你说你有带那个粘土回来是不是？还是你还放在身上？好吧，你还放在身上。我还放在身上。那继续去看看树。等一下，我给你啊，我在船的附近啊。没差，你回去放箱子里就好了。好。嗯，我也是。哎、欸，鲨鱼，鲨鱼，鲨鱼。要戳，要戳。啊，不行，这没有木板。继续。我看一下，我先回来做那个好了。不多余吗？那鲨鱼饵不是要鱼？嗯，被我们吃掉了吗？你要鱼吗？我的鱼还蛮多的。我就丢上箱子里面了。在追我，看我什么时候可以做弓箭，把那只野猪给处理掉？要靠谱，很不靠谱哎、欸，超难。靠你，靠你砍树回来了。可是野猪，我、哦、看野猪在追我，他妈我被撞到一下，看。他有的太大的树，他又不给我砍，这是我要做金属斧，是不是？可能哦。看来金属斧要干老师，白痴。我们那个什么金属锭哦，干。那金属锭才可以做那个固定锚，操。那这只野猪死缠着我不放，你看。我看到好大只的鸟、啊，对啊，我刚被那鸟追啊。不是啊，像我都往生，你妈的，我他妈前有野猪，后有大鸟，我帮不了你，我现在船上顾那个。刚好快死了，我快死了，我快死了。哦、我去打鲨鱼，操，鲨鱼过来！看，看，看，我要死，我要死，我要死了！眼前黑白了，干，可是我找不到我回去的路，看。还有掉落伤害吗？你要不要直接跳海里面？比较安全嘞、欸。我说真的，没有在开玩笑。看见我们身上有几个石头，看，那只笨猪还会他妈绕路来追我。哎、欸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刚刚躲在石头上面嘛，想说他撞不到，他刚转大概180度绕过来撞我，绕过那个悬崖，他冲过来顶我一下，他很聪明的哦。哦，刚才他终于不追我了，太蠢了。什么时候才可以丢锚？鸡巴！
我觉得你可以先回来了。你不是说你要去洗澡？对。然后我今天要去买宵夜嘛。没关系，我可以再晚一点。哦，没有，因为我说如果你们都要走的话，我想要先飘，不然我们物资都没有，就边飘。可是这个，这岛上不是还没那个？啊，你们要探完哦，因为我说我怕我们物资会先没。物资会先没。看这个低能鲨鱼在摇。啊！我说，既然要走的话，就是我们是不是太浅了？我没办法那个啊，没办法勾啊。太浅的不行，它一定要就是你在潜水状态下才可以勾。嗯，智障。而且我看不到你在哪里，我不知道你在哪。他一直在找你。哦，这真小。你找到什么？这个很小东西。你现在人看起来已经够像三小了。没有，你看我放箱子旁边。看这三小，哎、欸，好可爱哦、喔，鸭子。哎、欸，看我可以把它移换方向吗？哇，可惜，看来只能把楼梯拆掉了。嗯。看，为了一只鸭子把楼梯拆了。可以吗？可以换吗？不行，他现在只能把它移除掉啊！干，可惜，移除掉就整个不见了，对不对？应该是，没关系，我们只会把楼梯拆掉。嗯，可以为了鸭鸭拆我，为了那只鸭子，鸭子什么？感觉鸭子比中山猫可爱。这是极品工程师猫，工程师鸭子。我、哦、干，极品工程师鸭子，他背什么？我看他背什么东西？背包吧？不是，背包后面凸三根。好像一把，看这么屌，啊，这鸭子，要滑，快下雨啊！再不下雨真的会死。有的地方是注定上不去，有可能。你还活着？我还活着。野外求生大师，那你可以帮我打个野猪吗？哦，太难了，你是大师啊！我感觉其实打得赢的，只是打得赢，我也觉得打得赢啊。可是要一直跑，我需要武器啊，我身上没有武器啊。应该是可以卡着他打，他血很厚，他血蛮厚，我刚戳他好几下。应该我们看到应该是同一只，可是我刚才已经戳了它大概三四下了，武器太烂了。我觉得可以先闪了。啊，走就走。那不然就是我们现在下去把最下面我们船下面的东西挖一挖。你去挖，我去戳鲨鱼，快点快点。我们船下面的东西、啊。有啊，那个粘土那些、啊。杀，两个杀，啊，两只杀哦，真的、啊？不是，我说两个杀子，看一下，两，哎，杀子已经研究过了。你有挖粘土吗？没有、欸，我只有看到两个东西可以点啊，还有东西吗？啊，看，我又被鲨鱼咬了。哦，我看到东西，问题是那边有鲨鱼。哎、欸，我粘土我放到船上了，因为我身上没有了。你看一下有没有，看一下我丢在哪里。我那是已经放了。没看到粘土哎。哇，那可能是下根飘着吧，算了，那再去挖吧。去哪里 ？OK。鲨鱼好痛，这次咬怎么咬那么痛？看，很痛，我快没血，我快没血，要吃东西。好，你们没有做鲨鱼饵？没有啊，鲨鱼饵要……我没有，我们刚好没有那个生肠。
他好像那个。你要升舱，我找一下。对，真的是打开的。哦，好。算是在我包包里面。靠腰了。我忘了。啊，你那鲨鱼真的很鸡巴。好了，我要去买宵夜了。好，爸爸。爸爸。我先就最后去吧，不然我那个状态会直接。哎，我把他杀死了，我把他杀死了。嗯。哇，鲨鱼杀掉了。刚刚以前其实一个人可以捡而已。好，那我等我先，你等一下再走，我先下去把东西挖一挖。先挖，看剩下快挖。你去那边看，然后会看到一些颜色比较浅的那个。就跟石头一样，它只是颜色比较浅。我在挖金属。啊，我也在你旁边挖。这个啊，你看我旁边，这边这个。哦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。这是粘土。哎，靠！我怎么开始扣血？对，我也在开始扣血，什么东西在放毒？我不知道，我刚忽然间被打到一下，等一下有个东西爆炸。那边有一坨毒。我快死了，我死了。你死了？我没有死了，我差一点点。我可以复活你吗？好像，可以哦。好像有床。我可以复活。对，要有床。啊，等我一下哦，你不要按复活哦。等我一下，我先看他们做床出来。可以去采药。缺什么？我缺四个木板，干。但我身上有木板。你可以直接复活我吗？不行，还要放到床上才可以。还是我要去捞木板回来。你可以直接复活吗？不行啊。那就只好找床，等我一下。不行，我们这边。附近都空的。等一下，我上面有三个而已。那还有其他东西吗？没，其他东西我都有了。哦，好。现在就是看那个浪会不会把木板打过海。干那个鸟在那边偷吃，操！哦，下雨了，太棒了！哇，都没有了，你可以先去洗澡了。嗯。我回来的时候就会被救回来了。对，我希望啊，你们可以先分头去做你们要做的事情，我想办法。嗯，哦，好，拜拜。好，我来哦。妈妈，想个方法，看能不能把你复活。现在知道床要干嘛了。我以为他会直接复活，就没有。干，鲨鱼又来了，完了。啊，算了，那我只能先飘走了，受不了了，没有办法了，我被困死在这里。感觉会被卡住吧？哇，完了！被卡在这里好像也好。
捡到了啊，捡到木板了。好像没有木板。可以呢，用尽最后一丝力气。但你能不能花出去，就看这一步了。啊，有，然后现在在动。冲啊！小咖喱鸟，哦，杀到一只鸟了，废物！干！干！哎呦，杀到他了！七八也都杀到了，说。终于开始有点恢复正常了。耶，木板够，木板够，先做船桨。哎，有人拿到哎，其实。我在修这个，这塑胶越来越多，可是后面很缺，要不然不捡干。钉子可以做啊。把这边做一排这样。两个碎片可以做三个钉子出来。还不错啊。哦，那我可以再做两个。
点木板给我，拜托，不要跑。快！哎呦，不要跑啦！操！干，没勾到那个。干没抽到，鸡巴真是！干螺栓，真的麻烦了。哎，拜托拜托，过来！还是不够多。哎呦，可以，我看一下开到什么。看打开的书，我还要学。Are you fucking kidding me?我要学习怎么把书打开哦，太可悲了。再做两个。应该还好吧，应该。左方向没有差哈。对，现在是靠左，右上角。到底要下雨？开始晃，开始晃了。哦，很嗨，很嗨，很嗨。游戏要崩溃，游戏要崩溃。
没让我滑走啊，干！他被卡在角落，鸡巴呢！No， 那我们这个方向好了，哇，被卡在角落，好，干。完了完了，我把它带起来，把浪费。靠腰被 bug 挤掉，傻小。感觉有个碍眼的啦，操！让我走，霸凌。不行，要等他们上来才可以。反正要做，提前做那个风帆出来，可以飘走。有在动吗？啊，没有啊，越来越可悲。Am I really moving？哦，有有有有，再稍微动一下，这动的幅度很可悲。算了，我觉得让他自己不要好了。绳子要没了，人要没了，木板要没了，完了。我黑山羊欸，那走路真的好嚣张哦。哇哦 ，fuck， 完了，现在武器我借要八个。Stay low。
Please. Yes. 我捏 this one。回来的吗？还是躺的？嗯，哦，我要等你回来啊。哦，不然你那个位置扣了，我把你放床上了。哎、欸，欢迎回来。我们现在很缺木头，然后我又多盖两个，我这边又多盖两个那个啦，漂浮网。你就帮我多弄一些木头来。真的是很缺。缺爆那种。我连拿去烤水都不敢。哦。要回血是不是？我在看呢，躺下还有什么效果。然后刚刚船的航向又变了。哦，我刚刚还有杀到一只鸟。对啊，欸、它喷羽毛。哦，虫子，很多虫子。你捞左边的，我去弄右边。你身上有粘土吗？拿去研究完了。哦，没有，我有。我想说，你刚不是在粘土？嗯。啊，那个钉子可以用那个啦，碎片去做。我知道。啊。两个做三个吧。两个做三个，蛮轻蛮划算的。现在真的很缺木板。追着木板跑，
然后而且做一根长矛那个木棍要八个木板，就搞不懂为什么。哦，好，比较好一点，现在情况好一点。两个人一起挖，两个人一起捡那个东西比较快。而且刚你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船刚才卡在小岛旁边，我滑了大概五分钟才滑出来。干！又爆了！我看到又有个岛，前面有个岛。那个网子，再要再多盖几右边，右边。干！没勾到他妈！啊，这些烤，干爹娘的！啊！要走了。又要上岛了。没有吧，先不用吧，东西还是很少。你是要木头是不是？你哎，对了，你可以砍树哈。对啊。哎呀，我们石头有很缺吗？好像也还好。石头是不缺啊，现在是缺木头，只是你因为要弄一次那个，你可以做那个了吗？固定吧，固定锚。不行。没差，就先再做一个可人锚吧。那只能再上去挖一些。其实木头还是上岸弄一弄比较快，而且我们也需要停下来去看那个金属锭怎么弄，要不然到最后也没办法做固定锚。对啊，因为我在想金属锭可能要熔炉啊，熔炉的话要粘土，不是粘土啊，那个叫什么？他那个东西我不确定叫什么，我要看一下。而且他研究就是你还要再多拿一个材料过去，所以他不是说你直接可以做。等，这卡在这边好像就应该是先不用做那个柯南吧？他们卡在这里面，卡在这个海湾。那这样就要有一个人在那个、在船上。还好，你就先上去了。我先上去。等，干，这样的干，需要吗？我身上是有可能毛啊。哦，我觉得你可以先放一下。好吧。那你先不要放，我先往外滑一点点。我放在这里啊！你要扔你自己扔，我先下船。你就把它往海里扔就好了。OK， 我掉下去了。看，我怎么一上岸就被攻击？被什么攻击？我上岸就受伤了，什么东西打我？哦，那个鸟了，我看到了。鸟在哪里？干那么多鸟，奇怪。那等我一下，我先在船上做个武器再走好。武器很难做，武器要八个长矛。干你鸟！我干！妈的！鲨鱼。不知道他是投石头蟹还是不是？
鸟很难打、欸，你要跟我挂一起先烤它。来啊，丢、哦、石头了，干！哦，干！哇、哦，好凶哦！真是好凶哦，看。那我们要冲上去干它。先把那个拿走，走走走，我们两个一起趁现在上去。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我先那个喝水。我需要把东西补。对，先把状态补好。哎、欸，干！击败了，咖喱呀嘞！哎，我来扫，等一下。干，真是咖喱哪嘞？傻小啊！不在同一庄待太久，不然他……笑！哎呦，来！那个要怎么打？那个我们要上去敲他吗？那弓箭是什么？弓箭？问题是我需要那个什么葡萄藤粘性物，要不然就可以做弓出来。干，太难了。算，我觉得我们直接上去干他。你斧头带哈？斧头带，我先砍得住。哎、欸，我抓到他，了。趁他下来那一瞬间戳他一下。是要戳他，趁他下来戳他。对，趁他下来那一瞬间，嘟了、欸。啊，来了来了。哎，干，不是要靠背，他刚飞太高了。但是有两只，对不对？要找到红浆果，拿去种。没有，一只，现在看到一只而已。那一只旁边那个小只的不是？左边嘛，他现 在左边。爬得上去打他吗？欸、应该可以啊。你在原地跟他打，我冲上去。你看他现在下来那个，他现在捡石头。他在你后面，有没有看到？来，看到了，哎呦！不行，你不能站，你站那里的话，他会一直白嫖。他不行，这样不行。好，快跳上去了！我要一起上去干他了啦！看他有的看起来上不去的地方，其实都可以，对不对？对。哎，这是哎，天线站了。天线站了，好，上来。有东西可以拿，我穿鲨鱼晚宴。你先砍树吧。红浆果。哦，看被他砸中了。我刚有看到他的行动是，他会飞到地下去挖石头，然后飞上来砸我们。这要么就是趁他在挖的时候砍他，或者是他在。丢的时候戳他这样，啊，注意一下。来，哦，我靠！不行，这边掉下去要小心。走，换地方。这个是可以砍的吗？不行。后面，那个石头后面，小心哦。来，干！这么高怎么打？那 你怎么倒了？我倒，我被他戳到，你要把我抱回去。我先把你抱回去。你先把我抱回去。就有落下伤害吧。好，我上个厕所。
抓到鸟鸟。先睡一下。我抓到小鸟鸟。啊，干，老师换我倒了。干，那鸟真的很鸡巴哎。我觉得要在平地跟他打会比较好，因为在山地的话，他丢石头的时候，我们不一定抽到。看看看看，怎么了？我们不想把鸟腿吃掉。啊，来啊来啊来啊！哎，干你娘！哇！干难打。不行，看到我刚刚这次运气好才抽到他。那下真是运气很好。那他飞得够低，然后你他妈还跳得够高，干你老师，我快倒了。哦，我看到了。现在是不是在下雨？对啊。哎呦，水了水，因为下雨的话就不用浇水，很爽。躺床的话，洗一会比较快。我先离你远一点，不然我们两个一起被砸死。Fight me, Howard！ 刚刚不见了，我看到他，鸡巴呀，干！我倒了，大哥。好。妈的，轰炸机哦，操！你倒在哪？倒在还那个悬崖上面，左边的悬崖上。我看到你。啊，鸡巴呀，干！看你会吃你啊，看一下。我刚跳起来要闪他的那个石头就，直接爆炸了，靠呗！干！哎，这个岛不能扎呀，鸡巴！那你要怎么打？要有弓箭啊！妈的，我啊！你跟他周旋，我赶快想办法弄把弓出来。哎，我知道，等一下，你帮我在这边吸引他，就你在这边绕他，那我看到他飞到哪边去挖石头。因为他刚刚是在左，他刚才下面挖，他现在飞上去。再来说长矛应该可以，他妈丢出去扔他的，对。你看他现在不知道去哪挖石头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来上面，你看他现在上去挖。干你娘！他挖石头其实挖蛮久的。对啊，可是地形问题，要趁他下来的时候抓。啊，准备啊！还要找地方挖石头。干，我看去哪里？我操！他去后面挖了，轰炸机要来了。刚好聪明啊！妈，这有些动物。好聪明哦，鲨鱼是最笨的。完了！哦，差一点。不行，我觉得不要，我不想屌他了。他又在挖了，看。他在挖。干你！他的目标是你哦。靠！跑到水面居然炸到我。妈鱼雷哦！操！什么鬼东西？不是、啊，我们在旁边捡，根本没有惹到他，一仗还没有上船，还没有上岸呢、欸，船上都被他轰死。这都打不只有那个，还有野猪，我看。啊，完了！看现在怎么看，野猪是最聪明的，野猪是最好打的。不行，看。
干啥小？鸡巴怪鱼。我趁，我觉得他在你旁边，他在你旁边。我不理他，我要直接去探索。哎、欸，我看我又看到这，妈的！哎、欸，妈的！我、欸、靠，好痛！我在山下看你跟他缠斗，怎么那么好笑？他妈倒那一侧是，那一侧是他，另外一侧是山猪干。鸡巴！妈，我要怎么躲啊？哎、欸，我看，我好像看到那个会爆炸鱼了。哦，那是鱼爆炸、哦欸。对，那是鱼爆炸，我看到了，超那一瞬间。它长很丑，像河豚，然后还把你旁边膨胀炸开，鸡巴！我要带我去动物园，那么靠北，每一只。原来鲨鱼是里面最可爱的。给你增加游戏难度啊！看，哇，好可怕！我刚才有看到山羊哎。山羊可以，好像要用剪刀把它剪羊毛。看，我不敢靠近它。这种装备越飘越对。看我要杀山猪，我要挖石头了。嗯，你去，我处理，我要处理山猪。哎，你怎么对我那么有信心？哦，我先回家，带你家回来，我比较好救我。我找到一个地方可以卡山猪。哎，他挖石头喽。妈的啦！我躲在石头下，他打不到我了，应该是吧？我先回去，我要补水。欸、看我先戳山猪好几下，看来没有要倒的意思哦。OK， 完了。我这边被山猪跟牛攻击，那个鸟攻击。看吓我一跳，我说有鸟。哎，山猪被我打跑了！啊干！看，哎，不是鸟，不是在我这吗？它有没有好去攻击你啊？对啊，你是同一只吗？还是有两只？不要跟我说两只哦，我要跑了。两只的话要闪的吗？我的木毛都快被我用爆了，他妈的！白痴，我死了！干！等我一下，我把山猪处理完就回去救你。那么好的位置不打山猪太难，太浪费了。你如果快死了，你就躲在那个船的那个屋顶下，然后他妈的。躲一下，应该想办法。我先，我看能不能把他骗起来，因为他一直在，他现在一直飞到我打不到的地方就挖石头。干你娘啊！靠边，好聪明，我要跑远就挖。他飞走，然后挖石头了。我杀死山猪了。哎呦，看到我跳绳就出来了。油猪头。看，我被他妈砸中了！不行，看我现在没食谱，我先回船上。回船上处理一下工具的部分。来来来，石头！
你先跑，你先跑。干，你那个，我觉得他那个有猪头比鲨鱼头还要帅。嗯，有猪头，帅、欸，你不然很像那个什么魔法公主里面出现的人。一根筋，真的真的很像那个猎人，猎人就是穿这样。靠，我靠！喂，你脱下来，我穿给你看，知道长怎样？干他他他！七八，我丢在床上。等下我看一下，不行，我没有空间。我现在就喝水呀。我看到，你有看到我吗？我怎么把连个魔法公主没有出现的东西，太好笑了！你是山猪王，山猪王，好呗，几百不能在那边待着。干！感觉砸到了！我听到他的叫声的时候来不及了，哎嘎一下，那一瞬间都太慢了。行。不，受不了。等我一下，我好不容易把山猪解决，我可以去那边砍树。你先去，没，我想办法处理这只鸟。又来了。他跑在上面挖的话，没办法，打不到。算了，我先退好了。嗯，又来。跑去炸你。对，我精巧的躲在树底下。看，又一只三只尾。完了。看，等一下我现在没武器，哭吧。他跑来炸我，妈的那么远，他妈也跑来炸我，傻笑。干我被山猪撞，又撞来去。先跑，不是先跑，那个轰炸机来了。不要管山猪了，不要管野猪，轰炸机比较鸡巴。你看，不是那个野猪，他你脱离地方往外跑，那轰炸机会跑来炸你，不行，这不会动。葡萄藤粘性啊什么的，靠背我坐干，我又倒了。你怎么死了？你倒了？我投到他一下，然后被他丢死了。我先回去救你。等他先回来救我。你在哪里啊？刚刚那个悬崖上面打。
喂，有听到吗？有啊，有声音。哦好。不是，哎、欸，啊、我怎么倒在这里？啊，你不是在床上？没有哎、欸。啊，不然你在哪里？我在床上，可是我没有复活。看，你不会在床上然后被轰炸了、啊欸？有可能哦。等一下。我现在画面是我躺在床上，可是我没有复活。应该要在 OK， 我应该是要被炸死了。但这边有三株，靠边。先回去救你，等我一下。哎，我声音有怪怪的吗？没有啊，你刚刚把麦克风撞倒，对不对？对，有撞到一下，我都怕没坏掉。坏掉了，坏掉了，买一个新的。干的，旧的给我。靠边，他救我。哎，妈的，我怎么躺在那边好好的，然后就死了？笨山猪在冲在血，我看。嗯？为什么我没有把你拉到床上去？我不知道呢。哦，可以。还是，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哦，我现在复活了。啊哈！所以我刚刚真是躺在床上，然后被炸死、欸，哎。嗯，干的，好悲哦，站也不行，那种鸡巴破刀，鸡巴破鸟，干，想办法砍他，重到一下，哦。不行啊，干，那个距离过去被他炸死。靠要干，失败，我要死了。要死了。干。哎、欸，我发现，干，白痴鲨鱼把一块你的盆栽咬掉了。啊！盆栽还好，盆栽是好做，可是烤呀。现在鸟在那边乱，我也不能只待在船上。哎、欸，鸟在吃，鸟在吃盆栽。为什么戳不死？太远了，太远了，可能没戳到。这游戏戳的判定很难。哎、欸，轰炸机去找你了。他怎么换你哦？我想说，等他来打我。哎、欸，不对，我刚不是我刚船那个床不是放在屋顶下面，怎么被炸到？傻小，大鱼会穿墙是傻小。哎、欸，他死了吗？没有，还没，我看到，哎、欸，刚玩的，我下去吸引他过来好了，好像不是这么笨吗？就看，也不够，靠北，我要死了。奇葩，这两个动物搞死。坐船，船下面看，
你躲那个叫什么？哎、欸、干！我被炸死了！你死了！我在屋顶下面被炸，我刚好靠近那个边边被他烤到。如果移动的可以再快一点的话，搞不好会快好打一点。对啊，可是我是太慢了。看，我还没起来，我就听到有鸟飞起来的声音。所以你要去探索就对了。啊，我的盆栽。看一下盆栽，我记得盆栽很简单，所以我那时候才会先做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？妈的，是石头啊！被轰炸 ，God！ 干，那我们不能玩呢、欸，还不让我玩游戏耶，破坏游戏体验。看看我吧，照片清楚不了。几百鸟在过来啊！哎呀，飞过去找你了。我躲树下。我们去打那个山猪了，野猪啊，讲错。哎、欸，不行，干，完了！我找到东西，蛇皮手哎、欸，靠背哦！我看到它飞下来的时候，哎、欸、干，我不知道，哎、欸、你人怎么不见了？我在里面啊，我要跟山猪打架。啊？那个山猪打架？干、欸！哦，你怎么啊？你有卡住他吗？那个位置你有卡住他吗？我刚刚有发现一个更好的位置卡啊。没有，差一点点。我先走好了，我没有武器。你去卡他，因为我刚刚卡到他一下，这武器爆了。他对你，不是我存在低效啊。操！对，是我存在给笑。他传来了。这传 Discord。靠！操！你赶快交给你，我先躲在这里面。哦，看，他撞我两下，我快往生了。退我！啊靠！被我倒了，我倒了。啊！你倒了。把我救走。你在哪里？哦、我看到，快跑、哦！干完了！我看到那个鸡巴鸟去挖石头了。哎、欸，不要追杀小干，怎么追？好来了，我来了！我干！白痴哦、喔，又掉一块了。我没有武器，我没有办法做武器。我木头不是放在那个箱子里？哪个箱子里？这个吧，哎、欸，还是那个？对啊，这里。哎呦，我看。A 蛋，我好像可以做。OK， 我可以再做一把，最后一把。好了，我就把木头砍一砍就走好了。那只鸟打不赢。小只鸟打不赢，真的被那鸟搞死了。那轰炸机太酷了，真是酷吧！
我是蛮想看那个什么葡萄成年信物怎么弄出来的。那个如果弄得出来，我们就有办法打鸟，就射它，是不是？对啊。我要躲在这里才可以，不被砸到，奇葩。我要杀死一只山猪。看是东西太多吗？对，东西太多了，靠谱。东西太多，它捡的东西会变成那个箱子喷出来。我要去过来这里，出门。突然就有 BGM， 有。在这个屋顶下，如果这种大棵的树也不用金属斧也不能砍，干，那金属斧大家冲啊笑。金属斧应该只是耐久度比较好。鲨鱼咬屁，走开！干！我小小说什么有露水的声音，鲨鱼，我看到是的，鲨鱼还有鸟，
好了好了，我回来了，啊、要出发可以走了。干，快闪快闪，这边不能再待了。哎、欸，干完了完了完了，掩护我掩护我，先把船划走。干，我要怎么掩护你啊？又没有弓可以往外射。精神喊话一下。哦，我刚刚就是这样滑了五分钟。哎、欸，完了完了，干，靠北，我要躲那个鸟，妈的！那我现在血是满的，应该还好。有我靠！快快滑，快，快点，滑出去！干！不出去是不是？没有，那个桨爆了。我缺三个木头。啊，都给你，都给你。都给我，都给我。我发现好像上岛，去弄好像也消耗的木头一样多，靠北！不行，不行。看上老镇是只能稍微玩起而已，我觉得主要就是到海边去挖那个啦，挖一些什么金属那些有的没的，稳定，还有个稳定输出，不然就靠捡。出不去对不对？没有，我还在滑，因为它很慢，因为水流方向不一样。它不像那个盗贼之海有那个可以抓。快快快快！快刚好，现在好像有前进一下，现在好像没有。有有，很慢很慢。哎、欸，干你啊！啊，人物都在叫了。哎呦呦，好出来好出来！靠北都滑到这里，他还在丢。哎，这个不能中。屁啦！不是，他刚刚是飞到大概半空中，然后就直接丢下来。妈的，这是轰炸机耶！普通轰炸机，他妈的出来一下，然后被封。啊，完了！屌呀，干！哦，到另外一边就滑。这条好像比较安全。哎、欸，这边滑安全多了，要转个方向。就好险，我先做第二层板。对啊，敢不然真没地方躲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鲨鱼，鲨鱼，鲨鱼，啊，咬那个，快快快！哪里哪里？啊！垃圾鱼，看，看。很快，卖木头又快不够用。对啊，开跑了。看这不能上岛，一上岛真的什么东西都没了。真的是九九不能一直上，只能九九上一次。哎、欸，鸟是不是不见了？不知道。先吃这个顶一下。我已经没有木头了，我身上剩七个。
赶快出去外面捞。你连马铃薯都快，马铃薯应该还有吧？马铃薯很多，我移到另外一个区了。哎呦，我移到那个食物的那边去。我们现在只有六个而已，然后边种。啊，至少我们没有轰炸机了，慢慢来。那可以种树哎，可以啊，要有大的木盆。嗯，问题是我没有绞盘呢。哇，它那个那么大的哦。行，先捡东西吧。现在什么东西都缺，连绳子都缺。这还好哎、欸，我送鲤鱼啊，都被我用掉了吗？没有，我身上原本也有很多啊，就都用掉了，因为它用量其实蛮大的。哦，干他的海上是怎样？他妈的，每天都有船只遇难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哎、欸，你按 T 他好像我刚刚看到他有个背景故事，哎、欸，不是背景故事，就是教你。跟你讲到冲花小而已、欸，其实也没有，那不是只有第一页，只有第一页而已，我又可以换，拿一张照片，啊，左边那个找到的东西也不知道啥小，这是有故事的，对不对？对，应该是有故事的，所以我们现在玩了这一段时间、欸，完全没有进展，毫无进展可言，对不对？好可怖。算了。谁的啊？这是你的吗？不是，听歌哦。你看，什么东西都好吃哦。啊，什么都要捡。我刚才看那个。今天丁特不是爆完料。就是他有爆吗？我没看呢、欸。没有，就是说应该说 Toys 炸赌那个事情吧。然后之后丁特有开台，有讲一些其他的事情，就是他知道的其他事情。然后刚刚是 Stanley 有开台，不要到五万。Stanley 说什么？我很也是很精彩啊。就是、你说他直播不要五万哦？对啊，5K 啊，50K。哦。50K， 然后他就也是讲一堆很精彩的东西啊，什么就是他就是特别是哪边搞他，然后他后来那些公司有跟他讲啊，就他一开始不知道，然后公司跟他们讲，跟他还有哪个讲哪个公司跟他讲，就是橘色啊，那个 Garena， 为什么是橘色、啊？因为他们之前有办活动啊，有我刚看就是他是说有办一些就是。类似什么明星邀请赛之类的，然后那个特球在后面搞他们两个，干这个还能搞、啊？对啊，是这样啊，很精彩、欸、哦，很丢哎、欸，很丢哎、欸，丢嘞龙毛啊！对啊，真是丢嘞龙毛，屌爆了，屌炸天的！哦，很多东西。往左边滑一点，往天、啊，什么都缺，什么都缺。你站左边好了，站左边那边。啊，往左边，我往左边滑一点。
我那边有放，我那边有再多盖弄几个收集网，赶快放。对，我发现什么都缺，真的是。对，什么都缺，什么都缺，没关系。左边这边比较啊，干净、啊。掉下去。对对对对。哇、哦，好上来上来上来。哦，这一波补、哦、有补到。唉，但是我看偷一只这次直接下去了，越多争议越红。啊，这个争议有点太多了。哼哼，哎，笨鸟。笨鸟，戳一下有死吗？没事。那个是什么？两个箱子。啊，没有，那是我刚刚东西太多喷出去。靠北，你卖你东西还可以多喷出去哦。对。哎，有木筏，走走，去看他。啊，去啊。往他那边跑啊。嗯，好，这个航向没错。靠腰的，全部是塑胶，干，塑胶越来越多。唯一不缺的是塑胶。对，真的是，怎么多塑胶啊？我跟现实世界一样。嗯。哎干，刚讲完我的奖都爆了。就是它塑料，因为它塑胶有两种，有两种样子，那个罐子的跟红色那种都是，那其他都只有一种，这塑胶就一堆。哎呦，滑过去，滑过去。两个箱子忍不住了。嗯，捡完。啊，下沉了。什么东西下沉？没有那个木筏，你踩上去之后它就下沉了。啊，所以上面有什么东西？没有，就一个箱子啊。啊上哦，就这样而已。就这样。我刚才被鲨鱼咬到。往旁边跑啊！干鸟。鸟，啊，算了，可以收成，快收成。鸡巴鸟，哎，还没滑。靠北怎么是个岛啦？不要上去。我学会仙人掌。鲨鱼要来咬了。哎、欸，杀掉一只鲨鱼了。把它捡起来吧。都捡完了，搞鲨鱼头我丢掉了，没用垃圾。我记得我看一下食谱，我的食谱哎，鲨鱼晚宴，来看一下鲨鱼要什么，干那是啥小，还要洞穴蘑菇，太难了吧？不会啊，我刚刚有洞穴蘑菇，只是被我吃光，因为我想到那没有屁用。哎、欸，鸟！啊，鸡巴鸟哎、
你可以做那个吧，什么高阶蒸馏器哦，还是那玻璃，是阿利亚扎的东西。我是有一个玻璃呀、啊。那个可以做吗？我觉得那个感觉蛮实用的。问题是，我只有他四个，我只有一个。我想要做，我想要做防具耶，可以。我现在有皮革啊，不是说皮革，变打你变电子音喽。哦，我说我现在有皮革，我还不能做防具哦。还要羊毛，羊毛的话要剪刀。没有啊，又搞不好就杀羊也有、啊，用杀的。杀的。看我不要再靠近岛了，看到岛就头痛。没有，那是。刚刚那边有鸟，你不要找那么高的，我觉得就不会有鸟。就这种小的，搞不好就还好。你要上去吗？可是可以啊。要不然我上去把树砍一砍就好，你也不用那个。不是，没有，因为不是因为我们现在是航向不对，算了。现在刚好错过了，没办法。错过了，好吧。对啊。算了，因为现在滑过去的话会绕很大一圈，而且不一定会卡住。就变成说我们要一直滑，我一直滑。对哦。刚那个桶子你有捡到吗？有啊，我捡到。开始奇怪奇怪了，哦，飞起来！啊，鲨鱼第二只。就可以做个船板的，然后大家现在做一个，受不了。坐在二楼。嗯？你是要坐在二楼吗？好，先放二楼好了。我看一下那个东西，其实还好了，很容易做了，先做一个没差。先做一个放二楼。不行，我觉得放一楼比较方便。是，我看一下。现在问题是说，我是想要放在中间。中间啊，看。那放二楼的话，我们要转还要跑上去二楼。我想到这个问题。放二楼也还好了。你们现在有要盖二楼吗？就现在要想。
现在又要开始拓建的话，我就先放二楼。好，我先开二楼好了。放二楼就。我很缺木材，我塑料还好，塑料真的是蛮多的。好了，来。欸，有红鱼欸，好大只哦！看我第一次看到红鱼，还有，我现在需要做一个风向机。娘，我是这个方向。你在一楼看哦，然后你等一下，那个网子就这个方向铺。知道啊。对，先往那个方向铺哦，我们尽量从那边去撞那个。他在咬、哦！我有武器坏掉了，靠背。哦，你要先做一个，先修一下，靠背，我这样木头不够。我木头也没那么多，看。靠背，我刚才就盖那个用掉很多木头。我现在身上也没什么木头，哭啊！反正就是没在动了。对，有现在在动，现在在动，你要小心哈。附近没什么补给品。对啊。现在风很小了，那边小风。办法了。等一下，水里面东西越来越多。用滑的，滑得比较快。风雨也会攻击耶、欸。嗯，那怎么攻击？风雨，那撞上来就有伤害。靠腰。哦，你是掉下去哦，吓我一跳。我以为是说他直接跑来戳那个船哦，我说干，这么扯，扯淡。旁边滑一点。我上去调一下风帆，有啊，现在是跟着那个风的方向在前进，只是现在风好像比较小啊，是有在动啊。那吃土豆不会加那个？会啊，
会加很少很少，烤过少到我看不到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要一直吃，所以烤过比较好啊。就是如果应急的话，干能够到，是不是又有鸟？哎、欸，鸡巴鸟超小。我现在没有办法帮你，我现在没有做不出武器，木头太少。我先看一下哦。我帮你做，可是没办法，我先拿去，先去放那个蓝调，看你有没有办法做。靠呗，差一点。走走，去挖去挖。就我们收东西收得很勤快吗？我怎么感觉东那个捕捞收集网没什么东西，没撞到什么东西？应该是。然后我帮你做一个木棍，掉在地上。又有一座岛，操你妈！现在缺什么都缺。看了一下。小的是可以上去的，一下子而已的话，嗯，我这种洞小的岛是可以上去的。现在没办法，因为刚好错过了，上去砍个树就可以下。哎、欸、哎，干、欸！哎、欸，我找到鸟了，鸟有鸟肉啊，有，掉两个鸟肉跟六个那个六个羽毛，所以啊。然后戳到两下就会死，可是戳到两下不容易。烤小鸟。起风了，起风了，丞相起风了。哦，这个风很快。就是真的撞不到什么东西、啊。有东西很，现在东西很散，越来越少了。
不是我们明明就还在游戏初期，什么东西真的那么少吗？哇，你那么拼哦！自己出去挖回来，这么嚣张？欸、可以在一楼，其实也可以控那个板，你看不太到而已。靠腰怎么包这个啦、啊、小啦、啊、那个岛是刚刚那个岛啊，嗯，不是 有一个新的吧，不可能我们飘那么久然后绕了一圈吧，我们在前进，应该随机增强，上岛吗？嗯，应该这个应该可以哦。我看能不能飘过去。靠呀，没戳到。哎呦，好像有过去哦。啊、哎，靠要干。赶快啊，因为我不确定可以卡多久，有点勇啊，可以游过去。你好，我下来先挖一下那个，好像刚好卡在一个角度了。看你、啊、靠呗，被咬。好了吗？好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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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不错啊，我们船都木头的。水哦。感觉这个反比较方便，可以开始转方向。两个桶。嗯，哪边有两个桶？你说卡刚好也捞到两个桶。正前方。哦，有我要正前方那个桶。哦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
我们现在在朝他过去。可以，在这个角度可以。你看有没有捞左边那个？耶、yeah, ，好。那、哦、么平还跑过去？没血了，我快没血了。欸、靠呗，妈的一颗，一颗马铃薯被鸟叼走了，操！亏爆真的是。再做两个网子，好的。就是让那个去收集就好了。那我站二楼，这样转那个比较方便。你怎么一直研究桌子？我就。一直捞那个，对啊，一直捡到啊。哎、欸，金鱼、欸！我要干！我、哦、好大只哦！我操！我刚以为我们船被他撞翻。嗯。还很近哎、欸。哎呦，这样一排比较有用。准备那个，好，木头剩六个、哦。砖头干了可以干嘛？干？嗯？对啊，砖头可以研发那个、啊。那个是？你怎么做砖头？他写湿的砖头，嗯，然后他说可以放在船上晾干、啊、我在等它晾干。晾干之后可以做那个熔炉啊，熔炉研发熔炉需要那个，不是、啊？哎，那个怎么做出来的？在那个啊。资源那一栏有个，那么搞不好我们用那个什么熔炉出来就可以做金属锭了。哎，科技又在进步了，又在进步了，开开开，旗帜，很普通。尬鸟！哎、欸，杀到了！哦，因为鸟戳到一下就死了。莫非？哦，砖头要放多久才会干？
好问题。你要换游戏吗？还是都可以啊？干嘛？没有人说要打老鼠的话再叫他。啊，不叫他了，没有啦。等我的砖头好了。我也想先看看砖头好了，到底要先等砖头出来好了。对啊，等砖头出来再看看。我想要先看那个研发熔炉啥小。等我的砖头，我的砖头应该快好了，应该没道理会很久啊，没道理啦，是不是？不好说，这个敢不好说，这个游戏，这个游戏连鸟都那么鸡巴，砖头，然后被这些鸟气死。我只能跟你说没道理啊，他如果真的没道理，我也没办法。看，什么东西都在右边。那他航向换了哦，换成桌子面对桌子那个方向。哇，亏那边只有两个而已。你要上那个岛吗？如果看看航线，好像是顺的。所以这个岛应该有鸟。大哥，你那个会泡那个有干吗？我看一直泡到水。不是 不然我再做一个摆在二楼的嘛。我觉得可以试试看，因为我是想说，游戏会不会这样子？因为如果是下雨天的话，我种东西不是要浇水啊，如果是下雨天的话，它就不用浇了。泡到海水后，我不知道说它会不会影响那个砖头，一直干不了。下雨了，靠北！看，刚讲完就下雨。干你！靠北干！靠北啊！要掉一块。白底要掉。好、哦。啊，低能鲨鱼。算了，先不做了。七八杀。啊，小了。那我还有，我做，我也勉强还够了，只是我想说算了。干燥了，干燥了砖块，最美差，最美差，水哦。等下我要先研究才能那个研究，然后就可以做哦，熔炉出来了。看熔炉要怎么做？干熔炉要六个干燥的砖块、欸，妈的！问题是它的沙子用量很凶哎、欸。不是啊，你沙子你是粘土还是沙子？沙子。沙子我从来都没看过、啊，沙小。沙子要在那个、啊、那个叫什么？那土里海里挖。啊。对，我们还是要靠岛。哦。累了，累了。干上一次岛真的是很累，哼，不要有鸟应该还好，野猪我可以处理。对，不要有鸟是还好，我就赶快弄。可是很难没有那个，主要是他这游戏武器太废了。我看一下，假设我们弄得出金属锭的话，就其实应该就很好打，连弓都可以出。因为金属锭感觉就是熔炉啊。我不确定，应该说我们现在都有金属锭就可以做固定锚了、嗯，然后、啊、还有不是因为我们都没有看过那个东西、啊，都可以蹦出来了。是缺金属锭要用熔炉做的吧？我觉得是啊，
看起来很像哈。对啊，还是要上岛的。一定要上岛，没有办法。你要上面左边那个还是右边那个？我觉得有点难、喔。再十个沙子就可以做出龙了。干。然后我觉得先换游戏好了，不然我要睡着了。好。存档存档存档，妈的干！退出退出，换游戏换游戏。